宁福祥最新战况，这是今天截止到晚上六点的票数变化。首先，国服目前原定依旧是遥遥领先，而捷克则是后来者居上。在下午两点的时候，跟原定之间的票数差距一直保持在140万左右，截止到晚上六点，这差距还缩小了几万票。按理来说，第一名与第二名的票数应该是越拉越大，但这状态一直持续了4小时，也就是说，目前两边的票数增量是不相上下的。然后是国际服这边的票数变化，前三名分别是勘探员、守夜人和小女孩，三者在名次上没有变化。与国服不同，第一名勘探员与一二名的票数差距在缓慢的拉开，从中午12点的4万差距扩大到了8万。如果一直按照这个势头的话，那国际服基本可以确定是勘探员了。